位在宜兰苏澳最南端的蓬莱国小少棒队，2019年成军至今征战国内外比赛获奖无数，更是被比鲁斯杯的常胜军。而来自宜兰南澳的亚蹦看见球员们努力不懈的刻苦精神，因此号召民团捐助社福金，鼓励球员继续奋发向上。疫情也过后了，然后我就跟朋友说，应该要做我们南澳，再回来南澳做这些社福，草没有教练。 一直到有专业教练让他们在台湾得到最好那么多的那个冠军奖座，然后又去出国比赛，这些小朋友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来帮助他们。我们会每年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那是一定。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服务是一个手心向下，然后呢你会感动的，你会觉得说其实施比受更有福。 感念民团的支持，小球员也自我期许，未来能够继续在球场上用力挥棒，发挥自我潜能与自信。可以让我们参加很多比赛，可以去那边跟别的外国国小交流。不管是训练费也好，或者是学生的设备、出赛、比赛需要的一些经费，其实是非常的庞大。有多方的资源进来，其实对我们学生的学习跟训练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会给他们很多这样一个展现的舞台，而且这样的舞台会让他的视野整个扩展得非常的大。 适逢蓬莱国小迈入100周年，除了民团发起捐助棒球队活动，学校将举办系列庆祝活动，在12月21号将举办棒棒初级棒球邀请赛，希望与各县棒球名校交流，庆祝百岁生日。原视新闻稿，徐家荣宜兰苏澳采访报道。